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强强对决观战方式，钓鱼岛对战方式，阳光城。那鱼岛这边还是选择上了自己的新搞的一套阵容啊，花果山加咒之不夺的天宫国标一把阴阵，那对面上的是一个武装无敌凌波加神木啊。你别说，这阳光城也在搞事情啊，啊，也是花里胡哨的啊。无敌加武装，凌波加神木，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比赛怎么个意思。就喜欢这不一样的啊，天天看目标确实有点累了，开发一些新阵容啊。至于行不行的话，那谁也不知道，还得看正规赛啊。但是可以剑会来尝试一下，他们经常说剑会其实就是一个试错啊，练习熟练度的场合，搞一些新阵容，哎，练习练习主流阵容的一些熟练度啊，基本都这样，要不然他们天天打国标嘛，满天飘一飘没出来，那观战皇宝宝全部起名叫温柔一抱啊，也是为了致敬一个伟大的花果山啊，一个飘不出满天的花果山。神佑五雷轰顶没轰着，轰了560啊，这个有点差啊，轰了560，看一下观战皇这边怎么去点杀。鹈鹕保花果有一把当头，伤害够不够啊，主要是伤害问题。当头2500差一些，呵呵，差点，这花果山没状态啥也不是啊，2500是个什么玩意儿，看前排宝宝吧。对面凌波城，也凌波城这个点确实也比较怕倒地啊，一旦倒地以后他头上的战役是会减少的，这一点其实限制了凌波城很大的一个发展，主要是三国队凌波多，是因为三国队节奏快嘛，反正基本的平均下来一场比赛也就10个回合左右吧。节奏快对这个影响倒是无所谓了，节奏慢的时候啊，这一倒地伤太伤了。我看一下天宫的第一个经脉点的是圣魔经脉啊，五雷轰顶啊，五雷轰顶造成的基础上增加8%啊，并且本回合目标不再增加愤怒值啊，增加了8%，然后这个侵蚀技能再增加10%，光这两个点就增加了18%，光这俩经脉就增加了18%啊！所以这个五雷轰顶啊，尤其是有侵蚀的时候，一个五雷轰顶轰中了以后，好家伙，一半血就没了，直接给你轰废了，人都给你轰晕了。再跳一把漫天出来，花果山它属于那种一刀流嘛，就打谁都是一棍子，所以说防他的点杀容易被贴保护啊。再加上花果山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不稳定性，你可能这回合我这回合就想点杀，但是他没当头啊，没一些比较适合单点的技能，单点的技能他们需要的是沙威铁棒、当头一棒和破天蟒，有的时候就一个人刷不到，比如说这回合啊，观战皇花果山一个点杀技能没刷到啊，他刷到的是一个面上技能，刷到了一把神针啊，但你这个时候想点杀的时候你发现点不了，被迫中断你点杀的一个想法。因为国标咱老说一个问题，就国标比较看节奏啊，国标比较看节奏，可能你这回合想点杀你发现没技能，可能你下回合不想点杀的时候他刷出技能啊，或者是刷出技能的时候你这个条件不允许你点杀啊，你这个节奏就不对了啊，他国标太看节奏了。那观战皇这边还是依旧在不断的飘漫天，不过这几回合观战皇顶不住，顾得还是蛮不错的啊，刘云爵不给自己
王辉继续搏一搏。关南皇天宫有一把一速啊，那在场上的一个控制力还是蛮强的。本身天宫的命中率就比较的高啊，应该是所有的常规封印里边命中率最高的啊，常规封印啊，常规封印就是没有 CD 的，大家记住，没有 CD 的封印就叫常规封印，什么碎玉啦、落花成泥啦，还什么那叫啥顺势而为了啊，这些都是有 CD 的啊，有 CD 的这么一个封印，那不算啊，不算常规封印。再来把笑里藏刀啊，继续控愤怒。紧箍咒这局回合很舒服啊，虽然花果山这局回合，哼，就一直搁这飘半天啊。那地府接着读。混元散，放一手。幻城皇花果山有当头了，这回是有小旗子了，看一下化生寺能不能给补把金刚上来。月乾坤没套中，笑里藏刀再给化生寺。幻城皇补一把金刚，要不要点一个？没有，选择毒了一口，还是继续用紧箍咒去玩消耗。那这花果山的作用好像就体现不出来了啊，继续飘漫天啊，又出了九回合两层的漫天了吧，看一下九回合两层的漫天，哎，中规中矩吧，也不算太快啊，但也不慢了。温柔一棒都看哭不至于啊，温柔一棒哭不至于，比较离谱的就那种三四回合就飘满的那种才能真的看哭了。对战皇直接开眼，三眼视野、怒眼、天眼三个全开了，就每一回合给一点的战意，增加伤害，增加物理暴击几率啊。这天眼一开啊，全有了，因为它是随机给你一道三种啊，一种也可能，两种也可能，三种也可能，随机给的啊。对面运气不错，直接三种都给了，给的种类是随机的，给的个数是随机的，对面直接拉满。那这个林博秒过来的数据应该也不错的啊，关南皇花果山直接起了一把齐天神通，他也飘漫天，也飘漫天，对漫天的执着有点高呀。那林伯辰也是，哎，开了眼睛，他反而有飘漫天的条件了。你平时的话，林伯辰。对吧，你得去积攒自己的战意，哪有时间去飘漫天啊。那现在有了这么一个眼睛的存在，每一回合反正给你一点战意，你不飘，你不用技能啊，比如说那些浪涌呀、烈士之类的，你每一回合也能得到战意，那还有机会飘飘漫天呢啊。那关灯方触发法连，沙威铁棒去点杀队长方的神木，3700出法连，两个法连去点杀一个神木，哎，你别说，你看这凌波笑威力啊，他是足的。再来一把风卷残云，对面的目标其实就是打面烧啊，可以参考猴哥打选拔那场比赛啊，主要是打面烧，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做铺垫。哎呀，这还没点死，头上有个紧箍咒，有过紧箍咒163砸钱，哎，又没死啊！这神木就是突出一个命大。再来吧，金青，你看关亮皇，你别说这点个人还挺费劲儿。金青也放出来了，那神木也就不用死了。小死亡再点凌波尘，花果山有一把泼天啊，最好是用泼天，泼天。没出法莲，齐天神通的法莲概率是50%。
50%，一半的概率啊。那佛法无边对面再出163，凌波也没死，再亲宝宝一个啊。哎呦，这个输出打天我好疼呀、啊！哎，卡了一个大金，再来一把金青啊，那关键方谁也点不死啊。嗯，这也不行啊。每一次这金青这163恰到好处，嗯，天地同手直接上了。妖风强控一下地，反正上天地不让你挂小死嘛，人倒地对面是管不了了啊，但是防一防小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啊。那关东红这一波又是去点杀对战方的沈木林了，但是关东红地府这边被妖风强控，妖风不是必中技能啊，这个妖风四起啊它不是必中技能，但是妖风四起是接近于必中的一个技能，接近于必中，但不是必中，所以这时候小草没有挂出去啊，没有挂出去，对面神木也就没什么问题啊，拉起来直接就有战斗力了啊。这一回合对面凌波不错啊，眼睛一开，这个输出得劲儿，每一棍子敲过来，给关大荒造成的伤害就不少。多弗林再控一手，化成死七个纸儿，拉起神木。现在关大荒有罗汉啊，神木好像不太好切进来了。对面整体问题不大，怕地听啊，就怕地听。哦，没眼睛了，没眼睛好像是不太行啊，没眼睛不太行，也稍后还得把这个天眼神通给开一开，太吃眼睛了啊。就现在的三公队啊，三公队的话还是以真君显灵和天神怒斩那两套经脉为主啊，主要是以那两套经脉为主，偶尔啊，偶尔会有，就类似于白驼山少主他们就喜欢玩这个眼经脉啊，天眼神通这一套经脉，但是比较的少，大多数三公吧还是真君和天神啊，天神怒斩。感觉单凌波啊，比如说常规阵容里边的这种凌波更适合这个天眼神通，对面就属于这种啊，就单凌波城啊，常规阵容替代一个物理系。生死回口，还魂咒拉起来，起小旗子，关长皇这边还得点啊，还得想办法点天眼神通，看一下这回给了一个眼睛啊，这回就比较尴尬了，只是给到一个加伤害的眼睛。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眼睛左边的叫智眼，中间的叫怒眼，右边的叫天眼啊，大家以后看见这个东西就明白，就看这个眼睛的位置啊，亮在哪个地方啊。这为啥是个天眼啊，中间的是为啥给了一个眼睛，是中间是天眼，天眼增加物理暴击几率的啊。哎，中间的是天眼吗，还是会改变的呀，算了，又说错了，比较尴尬啊，比较尴尬。回头我再学习学习，回头再学习。可能是我记错了，可能是我记错了，不好意思。那这波关大鹏又选择了一个点杀，但是身上是没有小死亡的啊。
对面还是可以接受啊，当然只给到一个天眼的话，增加物理暴击几率的啊。对面是比较缺战衣的，给一个智眼是肯定是最好的，一个眼睛的话智眼是最好的，就每一回合给你一点战衣，一个眼睛智眼是最好的。当然这一套经脉啊，它是没有超级战衣的啊，没有超级战衣这一个一说的啊，超级战衣只有在真君血灵那一套经脉里边才会出现，其他的两套经脉不存在超级战衣这个东西啊，不存在的啊，所以大家不用考虑什么，哎，运气不好，我怎么不出超级战衣啊？他这个经脉没有啊，没有，半生死活一口。哎，这点防御了吗？看一下，好像点防御了。啊，是啊，点了防御了，800。也就是说，打到现在，关正方一次完整的点杀也没有完成过，对吧？就是带有小死亡的一个点杀，关正方到现在都没有完成过一次啊，所以地府手里的2点灵元也就没有延出去过，啊，就这么个意思吧。杨柳甘露拉起神墨，再取秒一手，感觉关南荒可以挂个小死再点了，总得完成一次吧，你好歹是个国标嘛。神药也神一个，一滴血紧箍咒被箍死，箍死也行，箍死好歹不会被关南荒这边挂小死，而且场上有个孩子，可以及时的把自己的神木拉起来，不必要啊，关南方干脆直接开无间地狱了，打面烧神针瀚海，有齐天神通，打一波面烧试一试威力，万一出法连，这个威慑力也是蛮大的啊，给一下，打了1700，这下打2400，3000。看看有没有法连出了，也还行啊，这一波面伤打下去两次算下来，打的每个人平均下来得有4000吧，光打了对面无底洞身上就打了6000多呀，啊，算下来平均得有个5000左右，啊，得有个5000左右，可以了，毕竟出了法连呢。天宫触发青石，可以再轰一手啊！咱们看看这回能不能轰着了，一轰就是半管血，直接就给你轰没了。来，五雷轰顶，轰一下2500，这回是轰着了。不过对面本身武装怪血量也不多，多破令轰着。不让你再飞了啊！再飞对面这样被飞没了，有没有保出手？有，有一把金青。但话又说回来啊，这场比赛关正方打的不像国标啊！你别看场上优势不错啊，优势是挺大的，而且大概率关正方这比赛也拿下了啊。但说句实话，这打的就不是个国标啊。跟国标没有半毛钱关系啊，这观战方打的反而像个212，就像对面这套这种像个212。哎，再出法连，完美收场了，这是啊，这直接飞了4次，两回合飞了4次，直接把对面给干崩了。这回是没有神针了，不过有一把当头。
小死亡，哎，直接给摄魂了，化生碎把凌云推安安稳稳的把这化生碎给敲死，任务也就是完成了。谛听换出来，当头7400163，再来法莲，关了方三回合的齐天神通全部出法莲了，齐天神通就持续三个回合啊，就持续三个回合都出法莲，50%的法莲概率啊，概率还是蛮高的，一半对一半吧。直接大死亡，倒地，身上是16回合的一个大死亡，再转圈圈，吸收了队友不少的这种无间地狱的效果。6到5亮，大锤也要上去挠一挠。谛听速度快，先出手，结束了啊！打到最后，冠南方好像也没有完成一个完美的小死亡的点杀啊！打到最后也没有完成。所以这场比赛最起码是没有体现出这个阵容的特点吧？没有体现出这个阵容的特点。侵蚀花果山的当头，倍率当头，点了逃跑放弃了啊，拜拜